好啦，应该有什么代志好好讲，无需要你嘻嘻叫大细声啦。其实我想，今天伊安尼做啊，应该是因为伊伤过爱你，所以不管伊做的是好事还是歹事，伊拢是想要来斗相共。我是认为你应该为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啊，这查甫人的人生啊，有一个查甫人愿意为伊付出遐尼济啊，你应该感觉感谢，应该感觉欢喜才对。我无需要，都算讲恁家家个事实，我嘛无可能每一件代志拢听恁的。我是人，我唔是家里人啊。问题是你已经答应倩倩啊，你都要为着恁两人的未来去设想啊，这是两回事。子欣的代志，谁拢袂当插手，包括你嘛是同款。太倩倩，我再甲你讲一遍，子欣若是有一点点啊受到伤害，那你我都无什么头顾了。你死，大家做伙死。当对外面头前小心，到底我会当个当时间当亲像，亲像跟英凯做伙。哎，放心啦，咱拢了解赵英凯的个性，伊既然答应你，特别反悔，所以杨子欣这件代志就归去放手，互伊家己去处理就好啊。你要讲啥我拢知，也唔过我的心肝来着急嘛。想讲杨子欣捌倒来替囡仔来当差事宜处理掉，应该特别一直无动作啊！啊，你拢无想过你安尼做会食鸡卵泡啊？你一直逼伊，一直逼伊，安尼就算讲你只有赵英凯的人，你嘛无得得到伊的心，将来要将伊的心搁挽回的时阵，会去足麻烦的呢。哎，倩倩。该安怎讲啊？你以后爱加入去钓噶，所以今麦唔通甲关系啊，不然伤歹。啊，这款代志我是过来人，真正是因为我甲秀英啊，我强逼伊一定要做出选择，看伊到底要停多久。再不甲尾啊，因为最低甲伊断绝关系。为了这件代志啊，你得尽管谈我。不过最后，阮两个母的关系，就规个拢害了了。你真正希望你将来甲赵文凯的婚姻？也跟我们同款性，明情你也想不清楚，你用心计较要得到赵英凯，你想要得的到底是什么？